有了吗？昆凌首次公开女儿小周周正面照，结果肚子却抢镜了，网民惊喊第三胎。自从昆凌和周杰伦2014年结婚后，诞下一双可爱的儿女，但夫妇两人对孩子们极为保护，几乎不让宝贝正面示人。虽然多次传出孩子们的正脸照，却是某个角度而非正真的正脸照。旧日昆凌曝光和女儿小周周的合照，难得让女儿正面面向镜头，且没有用任何贴图遮住脸部。不过有网友注意到她穿着宽松洋装，肚子乍看之下有些肿大，惊呼说又有了吗？昆凌九日在 IG 分享和小周周出游的照片，母女俩穿着同款粉红色洋装，戴着同款墨镜，她低头看着身旁的女儿，露出灿烂笑容。这也是她第一次难得让女儿正面对着镜头，且没有在脸上用贴图遮盖，下半脸有些神似周杰伦，引起网友热烈讨论。此外，有眼尖网友看昆凌穿着宽松洋装，且肚子有些隆起，开玩笑惊呼：“难道又有了吗？”对此，她的经纪人回应：“她没有怀孕哦，那是衣服的关系，娃娃装。”事实上，日前昆凌就曾透露一些儿子 Ramu 的侧脸。Ramu 虽然脸蛋仍胖嘟嘟的，但五官和爸爸周杰伦极为相似，就连撅起嘴巴的样子都如出一辙，让许多人看到兴奋不已。24岁的昆凌虽是年轻妈妈，对孩子的保护却十分成熟。她曾说不让孩子曝光，就是因为是对小孩的尊重，好让他们将来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曝光。此外，她怕小孩遗传到老公的僵直性脊椎炎，也透露暂不考虑生第三胎，爱护之情表露无遗。